在您成长的过程中，有哪一段故事让您感觉您个人和共和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？我是1940年出生，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9岁，所以从共和国成立到现在，可以说我的记忆是完整的。我是1958年考大学，那时候中国的人口是6亿5千万，但是后来不久呢，碰到中国3年困难时期，就是说农业欠收，粮食不够，有些新的学校呢就不能坚持下去。但是我在的学校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它坚持下去。学校有好多老师，都是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所长和专家，都是著名的人物，比如说钱学森、崔三强、赵忠尧，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老师的。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呢，中苏关系破裂，苏联专家撤退。如果他们不撤退，我们只能作为苏联专家的助手的助手去参加一些次要的工作。那么他们撤退了，我们就成了主角了。原来苏联专家做的事情，我们就直接去做了。中国人不做，没有外国人帮助你。可以说这样，我们都有机会做了贡献。中央决定做两弹一星的开发，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，是奠定了中国崛起和不受外国侵略的一种保证。所以我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工作是非常荣幸的事情，我觉得真是和共和国的命运紧密结合的。然后您很重要的一项成就，也是您一手推动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，强调要讲好中国的故事。那您怎么看这些年我们新闻发言人制度取得的发展？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呢，一直是有的，只不过呢是不普遍、不经常，有的地方不怎么举行，这就有问题了。因为我们不讲中国故事，在国外有人就会讲一些有失真的中国故事，甚至于是假的中国故事。你不讲真故事，人家讲了假故事怎么办？假故事跑得快，因为它离奇，因为有人在用心的推动。那么你真故事追上假故事呢，就会费很大的力气，因为得先入为主，各国都是一样的。像1999年，美国众议院一个叫考克斯的议员，他提出了呢，中国的两弹都是从美国盗窃的。他发表了考克斯报告，在全世界影响很大。我们决定立刻做新闻发布会，把这考克斯报告拿出来，大家看看他哪句话是真的。最后发现这考克斯报告完全没有根据。他说中国盗窃了哪几种核弹，其实这几种核弹在美国的武器研究所的网站上全有。有他们的型号，有他们的功能的简介，有他们的研究所的署名，这是公开的东西，怎么安到我们头上啊？甚至于呢，他们还指出我们盗窃了一个原子弹设计的程序。很可惜，考克斯先生呢，他很无知，这个程序呢是一个反应堆设计程序，是个公开的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程序，他也居然作为证据来说中国盗窃了，这就是一个假故事。假故事已经发生了，已经传播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来讲真故事，就新闻发布会的方式把真故事讲清楚。现在啊，就是全国从中央到地方，从各个部委到地方政府，已经逐渐普遍化了，新闻发言人的水平也在提高了。可以想象，我们政府会更加透明，我们会更清楚地向外国讲好中国的真实故事。我们也回答记者们的问题，来解疑释惑。越是他们不明白的问题，越是感觉尖锐的问题，我们越要用新闻发布的机会向全世界的人讲清楚。现在国际交往多了，各国的公众也在向外国表达本国，所以公共外交的承担者很大一部分是公众。公众说的话呢，和政府说的话加在一起，这就是一完整的国家了。中国的故事呢，要靠我们中国的公众大家去讲，这个呢也最真实，也最有情感，也最有说服力。我主张各行各业讲好真实的中国，讲好你自己身边的中国的真故事。
报道真实的中国呢，并不意味着把我们中国说得极其完美，我们的弱点一点不说，让人觉得不真实。你比如说，我要报道我不必掩饰我头发有点秃，我眼睛有点近视，洗洗脸来接待你可以的，但我绝不整容，我不能做一个假的鼻子来跟你，让人知道你是假的，发展不好。所以呢，缺点也是可以暴露的。你看我们的党的十八大、十九大报告，看我们每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，其中有一段是讲我们缺点的，讲的是很严肃的，也很尖锐的。中央是这样带着头，让我们正视我们的不足。污染，大家努力克服污染，改变空气。贫富不均，我们要财政转移，支持落后的地方。有腐败，甚至于有的腐败很严重，但是我们下手很坚决，坚决制止，一年比一年好。但是你就不能报道我们空气没有怎么污染，我们贫富不均不严重，老讲这种话，那当然人家对你的信任感就不够了。所以要讲真实的中国，同时把我们的弱点也可以讲清楚，并且讲清楚我们准备怎么样克服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媒体的一种长久的任务。